Jet Li, thanks for joining us. I'd like to ask you first about your motivation for starting the One Foundation. You've spoken here at a forum in Singapore about your mother and about the tsunami of 2004. What is it, though, that made you decide to use your fame to do good? It's a big, big question. 97年我开始去想生命，真正的原因是97年开始去想生命，人为什么活着？人活着希望得到什么？不管是中国人、外国人、欧洲人、亚洲人，其实我觉得每一个生命体都希望 happiness， 因为什么没有 happy 呢？他们就觉得很担心，没有安全感。那么经过对 7年的对于生命的了解，那么海啸只是一个推动的一种力量，就是说不要再 wait， 不要等你的 retire 的时候你再开始帮助别人吧。现在就还有呼吸就要有生命，如果你呼吸一旦停止，而且不知道是否明天就会停止，那么你就应当就是一种开关，你不具备这个能量，你没办法开关的。 You meet CEOs, you go to corporations to raise funds for the foundation. You were talking earlier today about being a beggar of sorts. Is that how you feel, the fact that you have to go and ask for money? No, no. Beggar. I'm like... 因为我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你的心，你心中的那种责任，那种善良，那种 love，每个人都有。 你可能不每一个人，我只限于在我的太太身上，或者太太在孩子的身上，或者大一点在父母，我也可以。有的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有的人说我的公司我可以，但公司以外我不管。有的说我的行业，其实每个人的心里头都有这种 ability， 都有这种。那么怎么样我把这个要出来？我不钱没有用的，钱因为可以积累再分配，在昨天 rich， 明天就可能破产，破产的人后天可能又变成富翁，永远的改变。最重要的不是这个物质的改来改去，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想改变这些，每一个国家都想在把贫富啊、医疗啊、健康啊、自然灾害都要减少，但是每一个国家的财力都做不完，怎么可能 NGO 做得完？但是我是说，换一种态度，我backing每个人的心。 如果每个人的心都在能够祈求出来的话，其实它有，只要你搭一个平台，让它很方便的、很放心的拿出来。如果一旦能拿出来，这个力量是不得了的一个力量。So what sort of projects does the foundation get involved in? 因为太多的东西要讲，<笑>你要讲很多个小时才能把从理念到怎么做到怎么出是一个 circle。 其实我们给自己的一个定位是我们是公益，21世纪的公益的推动者。如果一块钱一块钱积累起来，我们将会有效的针对全球的一些自然灾害。在中国大陆，我们更多的是把钱给那些最优秀的 NGO， 让他们来落地。完了，告诉每一个捐款一块钱的人，都像你的家人和股东一样的知道你的钱捐到这里。 并且去到那里，有教育的，有环保的，有贫困的，有医疗的，这些组织是可持续的、可发展的，而且透明的，很 professional 的 NGO。 It seems that it's the fragility of life that's affected you. Is that a correct perception? 不是，刚好相反，因为我在2003年时候，我都学过怎么样去面对死亡，怎么样去享受、感受那个死亡，因为。 我们生命中其实有两个大的问题，就是一个最大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生，一个就是死。生我们不能控制是为什么生出来，父母开心就把我们带来了，我们也控制不了什么时候死，但是两个又肯定会开始发生。所以因为我学了解了它是必然的，所以我就要很开心的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我都当最后一天的开心一样的生活 ，enjoy the life， 所以因为我很 happy。 我没有任何的 pressure，我可以relieve，我可以想拍电影，我也可以不拍电影，我也可以做慈善，我也可以不做慈善。但是我怎么样把我的 happy 可以跟别人去分享，让其他人都去 happy？因为我们现在的全球的 NGO 都还在 focus 在焦点在于
那些物质极度缺乏的人需要帮助。但是我跟世界卫生组织聊过以后，你会发现大都市的城市的现代化的都市的居民，他们物质并不缺乏，但是他们带着很大的 pressure 焦虑，那种对生命的那种紧张，所以那个已经造成死亡的另外一大第二大因素在人类里面。所以你会发现一部分人是缺少物质，一部分人是不知道 release 自己的 pressure 和生命的态度。原本我们人类的工作是8个小时，我们人类发明了很多的科技，比如说电脑啊、疫苗啊、短信啊、电话呀，其实是帮助我们减少我们的工作。但是你看到今天我们因为有了这些科技，我们从8个小时工作变成12个小时到是14个小时，因为你在睡觉之前还要 check email， 起来就是 check email， 不知道老板还是老公还是什么人在找你，所以你的 pressure， 本来以前我8个小时回家就回家了，没人找得到我了，我可以照顾家庭、洗衣、做饭、照顾孩子，现在每时每刻你的老板都可以追到你，你的client都可以追到你，所以你的 pressure 比20年前没有这些科技的时候大了很多很多。所以就是我们会不知不觉的被高科技、被很多东西变成他是主人，我们是 work for them， 就我们变成奴隶去帮着高科技在做事。所以我就是要创一个 foundation， 不管在物质上、在生命上、在态度上、在很多东西 share 一些我的 feeling opinions 跟大家。If you like it, take it. If you don't like it, forget it. Your main focus up to now has been China, but you do have a base in the US, I gather, and you're looking to set up an office in Singapore. 其实我在美国有壹基金，在香港有，在新加坡也在成立差不多一半当中。其实最主要我是要把壹基金建立成一个像一个可复制的一个公司，像一个上市公司可复制的这样的一个 system。 那你希望在3年5年在中国有一个 business 的 model， when you set that the model is successful， then you know how to copy in Singapore, Hong Kong, Indo, Middle East, whatever. Jet Li, thanks for joining us. Thank you.